烤了几个菜？是。炒了一个。好黑呀！发起找大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发起找大。还有一个四季豆是吧？嗯。是不是？怎么那么黑呀、啊？开灯。这边开错灯。你能关了一会儿忘了。一会儿我忘了去关。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。你不吃了吗？然后那边呢是。我看你吃就行了。我以为这个炒这个应该还行吧。这个番茄炒蛋应该是。那番茄我又不吃番茄，番茄是你吃的啊。一股烧腐的味道。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味道是这个味道。这个拿过稀饭的话，还可以吧？应该。怎么那么丑啊？你说我丑？你以前都没有说过我丑的，你现在怎么说我丑了呢？嫌弃你了。啊？嫌弃你了。你嫌弃我了是吧？可以，可以。你嫌弃我正常吧，毕竟我变丑了嘛，是吧？家人们，我们两个现在是过的一个小家庭的日子啊、哦，过的一个小家庭的日子。然后呢，先把我想先把这个小宝宝生下来了再说，知道吧？唉，其实二妹年龄还小，她也没有租过房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她在家自己家里面也，以前，她都是吃泡面长大的，一般，是也，她从小也没有怎么接触过这种做饭方面啊，做饭方面，所以这个确实我跟她之间都做不来饭。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在家里做饭吃过，啊，一般都是点外卖或者去外面吃的，没有在家里面做饭吃，因为你炒出来不好吃的话，那对吧？但是我做饭的话，我相信应该会比他做的好吃吧。哎，我也吃一点呀，没事，姐姐，我吃不吃都没事儿啊。他主要是他能吃好就可以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尝一下他做的这个菜味道怎么样。这是稀饭吗？是的。这是。谢谢关注啊，谢谢谢谢，对，没有给二妹点关注的，这个账号是二妹的，二妹点关注，我查一下你炒的菜就可以，我要品尝一下。我感觉还行啊，酱油放多了只是。这个是番茄炒蛋是吧？你吃蛋啊，你吃番茄干嘛？我吃蛋，蛋都被你烧糊了，我吃蛋。哪里糊了？这不是吗？这哪里糊了？让你们看哪里糊了。你永远都是有你的，有些时候还是要学会改变自己，知道吗？我跟着你。我知道你小从小没有做过什么饭。三天饿九顿了。不用说这些啊，不用说这些。你要找自己身上的原因，你做不好就做不好嘛，为什么还要找那么多理由？那不应该是你给我做吗？
我觉得女孩子你现在年纪小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是最起码的一点，做饭和洗衣服这两个家里洗衣服不是有洗衣机洗吗？我知道有洗衣机，对吧？但是比如偶尔洗个袜子什么的，你感觉你的袜子不是我洗的，是的。嗯，我给他洗袜子，我手都破了，这儿还有个疤。哦，牛。这个家人们，我觉得女孩子吧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家里面，就比如做个饭啊，偶尔做个饭，对吧？洗洗衣服这些的话应该不用教吧。这个做饭他年龄还小，需要学一下，但是这个学的过程就看他想不想去学。以后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，你不是喜欢看手机吗？你要想学一个炒鸡蛋，你就搜索一个。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？就我这两个都是。人家叫你发言，你发言，人家叫你发微机。对啊，我就是看着抖音上面学的。这个他说要。那他叫你发微机了吗？说了，然后这个他说还要加油，然后我加多了。你发那个的时候也要注意，知道吗？烤二妹吧，二妹这我吃了啊，那一会儿给我转过来哈，这一碗200。他说一碗200，叫我给他转过来，那我不吃。你吃一口的50，转过来吧。吃一口就50啊？嗯。你的东西太烫了。谈钱伤感情，知道吗？妈妈学。他这个需要学的，我觉得作为女人都要嫁人呢，嫁人的话在老公和老公在一起，对吧？至少能炒两个菜，多的不说嘛，至少这不就是两个菜吗？嗯，炒出来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嘛。我跟你炒个青椒土豆丝，不要炒了。红椒土豆丝，以后你学好了再给你炸个土豆炒吧。然后再给你来个酸菜土豆汤，四菜一汤，三菜一汤了都。一个菜你都炒不明白，你还炒四个菜？现在男女平等，现在男女平等啊！我知道这个家门。我知道，但是男女平等，我是就着他做得更好，知道吧？现在是男女平等，但是现在嘛，他预付嘛，不说以后，我说以后呢，我不在家的时候呢，他孩子不都做饭吃嘛，对吧？孩子有他专门的饭呀。那孩子两岁了，你也。两岁的人家都上那个育儿班去了。不要找那么多理由，好吧？这不是理由。我想说的是你有些东西你要去改变。为什么我跟你说一句，你就跟我说十句？你为什么？十句话倒没有。找那么多理由呢？我哪里是理由？我这不是回复你吗？我的意思，我不是说现在你做的不好，以后你要改变，知道吧？你都是要当妈妈的人啊，两个菜都炒不来，那怎么会啊？对不对？真的给他煮方便面吃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你吃你的吧，啊！没有天生就会的，
现在男人做饭多，我知道啊，福哥。不过我也会做饭的，我也会学做饭的。但是呢，也不能只靠男人呀，对不对？女人最起码，我个人觉得，作为女人，最起码的两个点：第一，做饭，对吧？那么你有两个小孩，你老公不在家，你是不是要等两个小孩在望着天空吃喝西北风嘛？是不是肯定要做饭给小孩吃嘛？那个时候我们都下馆子去了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下馆子去了哈？不懂。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把没有告诉我。